人永远争不过天，恶永远行不了善。说一句很现实的话，一个人如果过分的伤害别人，最后伤害的一定是自己。每一句难听的话，迟早都是回头的箭，最后射伤的一定是自己。这个世界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只要你的良心歪了，就一定会得到报应。所以你记住，善恶终有报，远报子孙，近报自身。你付出了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。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